别人周末逛街看包包，我周末逛街看零件。台北光华商场附近藏着一整排的电子材料行，电商再怎么方便，我还是爱来这里实地挖宝。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些店到底有什么让我一逛就上瘾的吧。进来第一眼就看到电表墙，这是做电子的基本配备啦。美国 Fluke 很专业，日本精致又稳定，中国的功能超多又便宜，台湾的牌子虽然有，但比例上相对比较少啦。指针型的电表现在很少了，但维修手机的老师傅都会搭配用，比数位电表更直观哦。踏入店里，通常都会被密密麻麻的产品看花了眼。这面墙摆的就是各种电表仪器的测量线材，光是直流插座就这么多种，现场直接比对，比网络上购买安心多了。再来看看层架上有什么东西吧，这一整区都是继电器。继电器就是利用小讯号来控制大电流的一种装置。这面墙抽屉柜更密集了，每一个抽屉柜的零件都有标示规格，我们就可以找到需要规格的电阻，甚至还有各种规格的电阻组合包，在做电子实验时就可以轻松拥有不同规格的零件。除了电子之外，还有电容、电感、保险丝等零件哦。橱窗里看到熟悉的烙铁焊台，这款日本的 FX951 是我之前最爱的烙铁了，直到无意间用了 TS 系列烙铁之后，发现可以完全取代这款6000元的日本精品了，只是 TS 系列烙铁还是只能在刺猬帮购买就是了。这是小型触摸开关，光这种小开关就超多种，连滑鼠滚轮编码器都可以买到，还有好多开关整合在一起的直播开关，光开关就有上百种，像这种实体店就可以实际触摸到，更能直观的知道是不是自己需要的触感跟尺寸比例搭配，比在网络上只能想象的更要明确了。这是连接器区，我很爱德国这款 WAGO 连接器，在不方便焊接与压接时非常实用，大推哦。这里是测试夹区，有小型的测试夹或鳄鱼夹，用来夹持电线与测量用途非常好用，甚至还有超大的测试夹，这种夹耳朵当惩罚游戏应该会变恐怖片吧。这里是烙铁区，大部分都是直热式烙铁，优点是价格都是千元以下，缺点呢是烙铁头比较长，对于精细焊接稳定度比较差，温度控制也比较难以掌握。有烙铁就有焊锡丝啦，现今法规电子产品必须要用无铅锡，但耐久稳定性还是有铅锡好很多哦。所以古董电器为什么可以用几十年不坏的原因之一，还有这种锡笔包装也很方便哦。除了焊锡丝之外，这是铁盒装的膏状助焊剂，在生产线更多的是针孔状的助焊剂，还有液体助焊剂通常用在锡炉比较多。这是传统固体松香助焊剂，我就用的比较少啦。这是拆零件必备的吸锡器，这是我最常用的日本品牌吸锡器，原本想引进来刺猬帮销售，但联系台湾总代理根本不理我，哎。血口。血口前我还是比较喜欢日本品牌，小巧精致，刀口锋利，布线前有很多种样式，这种适合较细的电子线用，这种呢比较适合室内装修两平方以内的较粗电源线材。这种呢适合户外电缆五平方以下的电缆拨线，还有压接钳，有压接网路线的，也有压接接线端子的，都有对应的压接工具。这是镊子区，因为我曾经在竹科晶片厂上班，拥有过上百把不同的镊子，甚至买过3000多元一把的精密镊子，这种钱坑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啦。这是不同规格的六角扳手，内六角扳手也有，还有一些精密钻头以及最常用的螺丝起子啦。这是 LED 灯条，有不同的色温与长度可以搭配选择。这是 LED 软灯条，有 COB 版本与 LED 灯珠版本的设计，橱柜打灯或是间接照明都很适合。这种加热柔光胶条的灯条，光线更柔和，更像荧光灯效果哦。还有这种方形 LED 灯板与特殊形状的 LED 灯板可以发挥创意哦。这是车用绒布胶带，不缠胶的双面胶带，耐高温的遮蔽胶带，还有抗干扰的铝箔胶带，以及导电的铜箔胶带，也有耐高温的遮蔽胶带，所以不管是常见的电工胶带呢，连这种警示胶带应有尽有，胶带多到我以为来到文具行了。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看其他还有卖什么吧。这是电脑常用的 USB 转接线材，因为 USB 规格很多，尤其现在的 Type-C 线材，包含不同的功率电流的、不同传输速度的、
更是难以从外观判定规格，挑选的时候要更注意咯。这是高频讯号线，通常在 WiFi 无线传输用途，不同长度来延长天线布局。这是散热风扇，在电脑桌机里都有它，来帮助主机降温，通常都是直流供电为主。但也有这种交流供电的风扇，有不同尺寸甚至多颗连在一起的版本，很多早餐店啊排烟风扇就是用这一种。至于笔电或是准系统的电脑主机，就会搭配比较小的散热风扇，包含这种侧吹式的风扇，还有风扇用的保护罩与滤网都可以选择哦。这是各种束线带，固定电线非常的好用，有不同的长度与颜色等规格。这是线槽，在明线施工下保护电线不被碰撞压坏，并且达到美观的目的。这是工控机箱里面的线槽，可以容纳更多的控制电线以及更多的侧边出线孔。这是电线标示套管，套在电线的两侧就能轻松识别每条电线的编号啦。这里也有卖网路线，也有 WiFi 基地台。比较惊讶的是，连光纤转接端子也都有，光纤电缆也有，实在是太专业了。传输影像的 HDMI 线材就比较常见了。接下来看看其他电线，这是喇叭用的电线，通常都是两条脚线连在一起，比较常见。这是同轴线，需要抗干扰讯号的传输会用到。电子线通常用 AWG 来定义粗细，数字越大电线越细，数字越小呢代表电线越粗。还有一些现成的 AC 插头电线，家里的电器插头电线就可以用这个来更换。还有电脑电源供应器的八字或品质插头的 AC 线可以供选择哦。热缩套管呢来代替绝缘胶带，只要加热就会收缩来保护电线绝缘。依照需求有不同的口径可以做选择，也有不同的颜色可以区分与标记哦。还有这种小包装的电子线，包含单芯线与绞线，在电子创作中很常用到，就看需求购买啦。哇，这面墙都是什么东西？原来是各种电子模组，你可以想象成电子界的乐高积木，就能组成你要的电子创作。这些包含伺服马达、减速马达、大扭力马达、步进马达、太阳能马达以及小尺寸马达，连小车跟轮子都有搭配，还有摆头电风扇用的交流慢速马达都有耶。这是可以显示文字的液晶萤幕，多颗继电器组合的控制模组，连加湿器的核心模组都可以自己做， LED 矩阵显示器，老式电话按键，连光学指纹模组都有。这可以侦测手势动作，侦测液体流量的感知器，侦测环境温湿度感测器，太阳紫外线强不强用这个，水位感测，土壤湿度感测，还能透过超音波来测量距离哦。这些模组都可以搭配 Arduino 开发板来整合，还有不同规格的开发板可以挑选。还有看到适合学龄儿童的创作玩具，因为是刺猬一定要留意一下的啦。这区是电子创作 DIY 套件，里面都有说明书与零件，照着说明进行组装与焊接，就可以 DIY 制造出有趣的电子创作哦。像这种可以做出霹雳灯的效果啊，这个可以做数位电子时钟，还有心跳感测、幸运转盘等多种主题套件。这区都是盒子，包含各种工具箱，电子创作后需要外壳，电子盒有不同尺寸与材质可以挑选，有这种小型的塑胶电子盒，也有尺寸大一点的，也有不同颜色的塑胶盒，也有更大的盒子，这上盖是透明的盒子，有需要散热铝制的盒子，有需要强度的铁制盒子，也有可以当作机箱用的大盒子，总会挑到你需要的规格。也有收纳小零件的收纳盒，以及抗静电专用的零件盒。如果自己想弄个小型的电子材料行，这个零件抽屉柜也是有的。再来还有各种 LED 的灯泡，有插件的 LED 灯珠组成，有贴片的 LED 灯珠，还有 LED 灯丝造型的灯泡哦。还有吊顶喇叭、广播喇叭、喇叭扩大机都有。这是太阳能板，透过降压模组就能稳定输出5伏电压，你也可以用升压模组来提高电压输出。这是电木材质的单面洞洞电路板，这是玻璃纤维材质的双面洞洞电路板，实验用的免焊接面包板以及面包板用的跳线。
这就比较常见的 AC 延长线，各种鳄鱼夹测试线，还有好多规格的变压器。这次呢，我们买一个电子 DIY 套件，挑一个幸运转盘来焊接看看，走，结账去。对了，那每一家的电子材料行都长得一样吗？我们去旁边的另外一家电子材料行看看有什么不同吧。也是密密麻麻的产品，这家好像工具选择更多了一点，零件柜上的规格是手写的，感觉让冰冷的电子零件多了一点亲近感，这样的陈列也是一种美，不是吗？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呢？它的热缩套管颜色好像更多，而且是成卷状的，需要多长再剪下的贩售。这是放干电池的电池盒，还有带有开关可以控制输出。我很爱逛各种不同的开关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按着开关就有一种舒压感？还有大型电玩才有的超大按键，想起那童年的时光了。这些各式各样的开关我可以逗留很久，实在是太神奇了。好啦，电池材料行逛够了，我们换个地方去。这里是光华商场，主要是电脑周边为主，旁边是三创生活园区，这里呢是我寻找设计灵感的地方。像这个保温瓶还可以当手机支架。我们上二楼之后，这里有台湾品牌的手工具，完全走高级精致路线，连斜口钳的手柄都是包皮革的设计。哇，感觉工具都换成这些，整个工作环境都会高级起来了。这么精致的工具，那旁边陈列的领带好像也没什么违和感了。这 LED 灯一晃，里面的灯丝就会软掉，再倒置回来就会拉直灯丝，真是非常有趣的设计呢。像这种羊毛毡的小摆件放在工作桌，感觉就很舒压。这里有相机器材、摄影背包、配件、脚架，还有佩利德相机，以及各种动漫公仔。我最喜欢的就是钢弹，还有刺猬，以及超淡定的水豚君。看看这些公仔与模型也是一种享受啦。好啦，这就是这次逛电子材料行的分享。你有想到可以在这里买到你要的东西吗？下一集我们把刚刚买来的 DIY 套件来焊接起来。有兴趣的朋友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